这是一个冷藏车呀、啊。这冷藏车，建于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呀、啊。制造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，1924年，印第安纳州。当时呢，运送一些蔬菜呀、水果什么的，用于冷藏使用的。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冷藏车，我们进里面看一看。啊，这里是上世纪的用于冷藏的，用于运送新鲜水果蔬菜的冷藏车。看一看，我们看一看。啊，这里摆满了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叫 SunKissed 的运送橘子的橙子的，这里装满了一些橙子，当然这些橙子肯定都是假的了，我摸一摸，一看就是塑料的，假的，很有意思。冷藏车，新鲜蔬菜。